膜拜，就你一个人，好像就他一个人举这个。我突然想到那个庙里，你这什么联想力啊？用头顶鞠躬弯到地，红色的顶，其实古代是锅子，所以不能拿着顶去，拿着锅子去膜拜。一字千金，斗字风云榜，带你领略中华文字之美。